好的，比赛开始。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 CLPL 春季赛季后赛胜者组的对决。我们迎来了成都 AG 对战白沙的 BO5 大战的第一张地图——异域小城。率先担任前锋方的是成都 AG， 担任保卫方的是白沙。开局看一下这边枪械的一个选择 ，OO 还是掏出了踏界感裸装 AK， 然后嘉伟是一杆 M4， 然后这边小杰和宇大帅是拿出了 QBZ， 而白沙这边呢？相同，两个 QBZ， 两个 M4， 然后狙击的一个选择都是裁决。对，迪欧先过来排点，看一下这边 B1 什么情况。双方这开局的一个动作真的是很平静啊。在中路 ，OO 交一颗雷炸一下躲子后，看一下通过这个第一局特性的一个关系，能不能探查到雷能拿到的信息。主要是两边同样的使用了这个四步枪，嗯，对于可能前面来说在中后半段尤其是最后阶段的这一波爆发，是看是最后的选择在哪里。嗯，要集合了，一分十秒钟，我们来看一下带包的潜伏者是从中路是要佯攻一下去夹一下这个 B， 还是说控一排。 B 来了，第一来人，正面要来推进三号位的保卫者吴楠已经开始往 B 区赶，二号位也回来了。潇潇刚好在架这个位置，正面 DO 直接把潇潇给排掉了。那第二时间的启动点怎么说？宇大帅也是收掉了在酒吧的陈子阳。胁迫这边给了一个白，吴楠补了一个，嘉伟是一个半血，正面还在扛。是的，侧翼再换一个位置，吴楠这个位置先小藏一手，但第二时间被小杰发现。第一这里。哎呦，宇大帅这个跳扫给武奇奇直接收下了，连蹦带跳啊！真下念就一个人，面对对方四个人落位是非常的成功的。这波正面突进来，感觉首先是各个点位上的这个单挑，成都 AG 确实是占到了优势。看一下念就这个残局，先打一个侧身，侧翼还有人，再秒一个，打两个人，自己还是满血，也被嘉伟直接收下。是第一分，成都 AG 拿到手里。这一分选择了在一分钟左右的一个 B1 的爆发，而且，第一时间其实逍遥的预瞄点是在这个位置，但好像他正在移动当中。欧抓了个闲杀闪身过来，狙了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就是陈子阳跟宇大帅在这个酒吧位的单挑，但是能看到的是单挑也没能单挑得过。对，主要是 DO 闪身过来排点这一枪，就好像已经知道你会在这儿。这一分要打快的吗？中路。四个人在中路集结，中路直接上了，是谁在看中路？吴楠收两个，正面还要来，接着一颗反闪，直接拿到三杀，直接等于关门了这个位置。是，念旧也过来，直接补掉宇大帅，现在只剩 DO。这分是想要去加速中路的爆发，但是吴楠抓到了一个吸引人，就是他选择在 B 房外的位置。对，就房子里其实所有的枪都架 A 房 B 房，并且还有人去钻这个 B 房，就是在房外的这个位置没人看。而且在这个斜坡点应该是谁？应该是潇潇吧，他给的这颗反闪、给的太漂亮了，全白。对，吴楠第一时间来到中路，他去看的时候，对方直接就蹲下不动了。对，两个侧身，对，都没能钻进去，刚好。这也就是发现了，其实白沙他是有对这套活的一个准备的。对，刚才是念旧的 EVS， 现在变成 DO。嗯，各个点位都在找，主要三楼上这个点位啊，第一枪顺得很快，但是念旧这补枪也来得及时，一比一。嗯，第三分可能还是要把节奏变慢，对吧？对，本来第一分拿下之后想顺势拿第二分加速一下，两分要是能把这个气势打出来，先难受的就是白沙了。这分好像。还要打一些快的，陈子阳要不要闪身？这个大身位敢不敢闪出去？哎呀，四个人没能打到，但是念旧和潇潇同时的这样的一个 B 的启动，是收掉了对方两个。就这一波是有备而来，中路这边要 拉这个大身位，这边 B 一也要配合一下。这个同步反而是让白沙在第二时间赚到了优势。是的，吴楠要不要来补到 A 宝点？嗯，武器的门又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顶住压力？吴楠过来了，我们看一下成都 AG 这边是选择三人的抱团，正门是一个宇大帅，正面给了一组，哎，侧翼 DO 把这一枪补上了，两个
这个残雪，先躲一下雷，不着急。正面是谁？嘉伟和 DO 两个人小刀这边拉扯一下之后，打算第二时间先控一盘，不着急。哦，有一大师这个位置有点危险，我感觉。上来，潇潇直接一狙带走。因为你步枪手在这里难度还其实挺大的。是，而且呢，现在这 A 大他其实不着急推了。对。 念旧又没瞄到名字，就在经典左手需要控一排，等一下五号位，小小赶过来，嗯，可以换手枪往前推了。正面过来，念旧稳稳架掉 DO 残局的一个E大三，这残局怎么打？刚才E大四，现在E大三，正面往前推了，收一个，来到包点想顺第二个换手枪，但是侧翼又是念旧帮忙补枪，念旧7-1了已经，上来这手感是真不错，三个回合，7个人头是。 白杀，再拿一分。哎，好像亮亮要叫一个对面交流了。是的，我们可以直接停了。嗯，直接卡牌大师先交一张牌。这时候确实得调整一下。对，他是4B对中。中路也要正点，别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不着急，回来行，他们也是穿白虎，你知道吧？设计的他们，第二分中路一收分是后面就正常了，没关系。 没事，听我的，拿A区，跟我拿就行了。我没得啊，等会儿。听我说，你们三个去排中路，我从外面打 A 区架着一方，A 区先就一个。去。加外小心。在哪？包在哪？包在哪？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两边都交流了。对。我自己舔，我一会儿自己舔，走就行了。中路忙的。 我听我说，笑笑小心点，我把武器把家里清干净。我去挖，把家里清完了。一黑连这种的，中路和 A 我去挖，不要了，我要回来清。行，你带9-8和那个加权吧。他能守，大神。抽空没有吧？我逼一下也好。少了一点，没事没事。转去白了一点。我现在在捡包，他们在捡包。小心他们三个连。得回个逼鞋，这边帮我看一下。一连应该有啊，我回。大炮三连。 我逼他！把这颗雷躲开。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打包了，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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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打伞，一会儿我打伞。我走了，我走了。我打伞两边，中路他们放在眼儿，射击点一点。我站起来，我站起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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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五七七，这个侧身，于大帅有提防。我来，等我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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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手枪，陈子阳先收一个，再换一杆 QBZ。。给左湖南，哎呦，哎呦，真的，他已经枪法变形了，已经是。三比一的比分，这一分真的太刺激了。湖南这一组，说实话太吓人了，自己都笑了，真的。甩甩手，有点紧啊，这一枪。还好这个残局拿下了。对，你说这个时候队友怎么说？就前面其实，在这个混乱中，还好西莫叫了一个交流，是，就是他如果没有叫这个交流啊。A 包的这个人不可能就是补到门左的位置，对，就是门右这个位置他是不可能站，为什么呢？就是忙了这个 A 连是没有人说话的，直到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西莫说了这句话，是他们才知道忙了。所以关键时刻的这个思路上的一些梳理，而且两边教练同时交牌，这个还真的没想到，双方都有设计。其实成都 AG 呢，在开局的时候也是给你来了一套这样三板斧的东西，对，但是白沙这边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就你有自己的这个三板斧，我也有这个 A 大的压点，中路的反清这样的一些东西。而目前看来，白沙这三板斧确实是成功了。三比一的比分开局，看一下，此时此刻成都 AG 该怎么办？
还是要从中路吗？嗯。小车，有看到人。九八又要单挑了。陈子阳这一次是打掉了于大帅。无难，两发锁一个。还好够用，对吧？要不然被直接秒了，这个位置就对于他来说是很亏的。是，拿一个秒掉小九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侧阵陈子阳打了个九十九，稍微再控你一盘。高点到了，是谁？亮亮叫了一个暂停。继续的在秒，还在还要来，要找正面的陈子阳。这边小杰要二 v 五了吗？啊？有没有机会？九八要碰到了哦。正面要主动过来，直接撞秒一个，又一个哦！这个手感，一打一，一打一，最后小杰战胜了这边的五七七，稳住了。死了，帮帮我点啊！别让我提醒了。没事，别说了，别说了。停下交流。不是啊，他们三把好像都用完了。他第一，他前面几分的开，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会换成正常开局啊？他前面的开局都是，我觉得应该是。五七七一个 A， 然后听我说啊，一个 A， 然后念旧无能在中路，然后陈子阳一直拿着狙手，拿机枪手的 B， 他的九 QBD， 对他走的九八，王岩他叫我们以前那个阵型，他这把是啥？他这把是九八没放，潇潇看 B 一房里有个无能，加森无能 A 回来的，他刚从 A 回来的啊，你们上去前两个上去了以后，鸡哥看到他刚跑进深处的，他是刚从 A 回来的，然后我跟你说，陈子阳今天的针对就是。鸡哥一打团，陈子阳从酒吧摸出来了，知道鸡哥是控后门的，从酒吧摸出来了，懂了吧？他主动出来了，对，主动出来了，我没打过而已，知道吧？他是摸我们。下回还打这种局子，你俩要么就去干，要么就去躲，陈子阳能帮就帮，没事的，帮那些也行。我是在酒吧杀死宇大帅了之后回头，然后把 B 一断了，然后下回，我想回 B 包的，然后潇潇死了，我又啊，我说下回你这种爆点，最后那一下爆点就喊就行了，喊他就花了。我第一声都不知道他来了，小心抓，小心抓，小心抓，加油！小心抓，行。我去酒吧开，我去酒吧开。加油！多拿几分。我去酒吧开啊！我给雷，没事。加油！没事啊，加油。这也是结束了，确实我们刚才在最后这个阶段，小杰跟宇大帅这个配合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关键对这个时候，主要也是欧的这一杆，欧跟对，欧的这一杆 AK 发力了。正面一路九八闪身，这个九八闪身横秒，对二 v 二的时候把这个题给解开一点。对他一路走到这个前点的时候，几乎就是一路走，对一路就横着把人定了。然后也听到了这个亮亮的交流，就是白鲨应对这样的地图，前面的几位他们的应对措施可能已经用了，是会不会切换回一个常规防守？也确实就这样的这个三板斧的一些东西，拿完分之后。就还是要更多的是做一些稳扎稳打。自己把白给丢呲了，陈子阳。不过也无伤大雅。对，这颗白就算交出去，也没有效果。看脸，酒吧没看到人。退到中路来带，然后让五号位来带 B 一。我们来看要不要去帮一下 A 区，四号位要不要转？陈子阳这个动作还是中路要看，第一看一眼没人之后，陈子阳第二时间可以考虑就往这个 A 区去走一走了。转的时间点，已经开始爆 A 了，我们看到 A 区补过来四个人了。这边 A 区来的人非常多，这颗雷，这颗雷，有点痛啊，太痛了。正面念旧先打一个，第二时间五七七再回头，这个时候陈子阳也过来帮忙了。铁枪后稍微等一下，不着急。听到声音了，吃了个大白。另外一边小杰跟 DO 把二楼的人全给清下来，正门掉包了，这个包还得过来拿，会不会成为残局潇潇的一个机会，把包直接拿走了。潇潇也借这个时间点从小道里往里溜，盲点了。俩人要走，
再一回来刚好撞上 DO， 手枪太准了。两个人小杰跟这个 DO 给到二楼这个摆，两个人其实位置上没有选对，为什么？是二楼在这个斜梯位置，其实应该在后路一点。对，这颗白他可以避一下，但他没有避，他是想正面直接来主动的。对，吃了一颗满白，两个人都被打侧身了。等于成队又完成了一个二打三的残局。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劣势残局当中啊，双方打了六分。成都 AG 有两分是凭借这样的这个劣势残局拿分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发挥，个人的爆发。对，刚刚最后阶段我们都以为可能这个 H 其实已经关注了，对吧？前面是两个人换了三个，然后三个人在二楼反而是没有补掉最后的两个人，对，并且是第一先把对方的这个突破已经拿下了，就落位其实没有落位特别成功。没错，比我们看一下 DO 是单人来排点，另外一点也是 DO 这狙击的一个补枪来的真是又快又准。对，就很多时候正面步枪可能还正在交火呢， DO 这一发子弹就到了。三比三的一个比分，双方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而现在的成都 AG 也是连拿两分了呀，看到手臂了。小肖这边往回去撤一撤，第二时间 B1 还想再来。哦，正面吴楠先打一个，自己又给了一发头，手链又是一个这个位置的双三杀，是念旧也帮上来， DO 也掉，只剩于大帅。这跟第一分其实有点相似，是吴楠这中路守的确实是比较好啊。对，而且他每一次这个选位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在这个 B 房外，有的时候在这个包点内，在这个景家里看到了。哦，于大帅一个小蹲起也是两发头，这边白沙也叫出了暂停。大家在上半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大的长暂停给用了，是这个暂停双方也意识到，就是在这个前期的这种对抗当中呢，一旦出现问题就得赶紧及时解决。对，对于我觉得白沙而言，新闻就叫这个暂停聊的就是你中单局的处理的问题。你现在优势局能打出来很多，但你处理不了，喊得很凶啊。是，眼神现在燃着火呀。对，确实在正面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爆发是非常的成功。下面武器其实已经在吃了一个满白的情况下，走位上已经有一点飘忽了，然后被打了个侧身。是，并且在这个 B 区我们看到的是 DO 抓了一个时间差，这个单点他并没有放在这个 WC 来帮忙断后，他是在这个98单点往前推进，看到了三楼的这个狙，是狙收了之后，本来是想要让队友回到 B 区，他跟这边 B 来单挑的，但是在正面的时候看到了小九。对，另一点也是，就是现在，五七七占这个一位的一个情况，他这个枪杆有点难以打开，因为他正面要吃很多很多的道具。我们来听一下白沙交流。加位过凉了，他中路上来找我的。没事。加你加过了打 A 啊。或者是中路上来找我报 A。我 A 门雷。上马报的管道 A。A 门。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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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烟吗？烟要散了，给上。身上看两头，酒吧和中路带着看，多好。枪满了，小心 A。他们打慢，感觉 B 没来 ，B 没来 ，B 没来。那你往前走吧。我走了。那边没人。没人。中路打中路酒吧。哎，没能想到是两个人的集结，是。跑了，跑中路了，来中上。哦，这边五七七直接出来两发给加维秒了。小杰在中路的带包的，中路好上了，中路好上了。先关中路，先关中路，陈姐，避线没见，封 B 包上了，中路上了，九号上了，必须要来，干，我在 B 包，一些挡包在。我来了，正面道具都给到，第二时间 OR 拉到正面，宇大帅上来就直接就秒，再把原点的念旧给收了。左手还有人，特意小杰帮忙补枪。吴楠这边是没能收下这个人头，是的。墙上和半包，右手墙上和暗包。哦呦，宇大帅直接收下。这宇大帅今天上来就有爆发呀。对。
上半场5-4的一个比分。这个上半场我们看到纸堆已经有多次个人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出色了，而在另外一边其实白沙这边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小九两次的中路跟念旧的补枪状态是很好的，剩下队员仿佛没有特别在线。没错，那么这边4-5的一个比分，大老师也是开始端水了，46%对上54%。赛前我们还在聊宇大帅这个点和小杰这个点很关键，这两个人不得不说小杰是稳定发挥，宇大帅直接爆发了，太爆发了，尤其是刚才他上这个 B 区这一组枪，说实话是有点这种看不懂的这种状况的，正面是见人就秒啊。这边是选择1分30秒的 B1 推进，那这个 B1 第一时间没人看 DO， 第二时间过来刚好带一眼，要带这个脚的位置，我把中路的人给收了，是 DO 也打一个，陈子阳这个回头收下之后，我们看 O B 包点，B 包点还有多次这种开枪的机会，闪身过来，但是潇潇这一局也很准，陈子阳和潇潇的残局2-3，我这颗雷有点惊险，但还好，让菊兰往 C 四来稍微的控一排。侧翼已经来人了，于大帅正面把陈子阳解决掉，潇潇先抽一个，这个1-3能完成吗？想撤，被于大帅烟雾里给收下了。于大帅这个发挥太出色了，从数据上已经能看到了。是，现在打了10分，于大帅应该已经是15个击杀了。是的，3.0的击杀比。对，连拿3分成都 A 级，比分现在来到了6-4。第一时间正门是没有封烟雾的，那就要潜伏着自己猜了呀。对，看一下刚才于大帅这个位置，扫着再跳过来，再上来。烟雾里他应该是第一天带到名字了，对，然后滑过去就带走了。今天手感来得太快了。对。正面先回来，不着急。白沙这边1分30秒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对这个 B 区、B 半区这个位置有所想法，更多的是在这个 A 区去做一波集结，然后防对方第二时间的可能做一些比较大胆的动作。啊，577在防这个小道，然后后面潇潇也是帮架一下这个正面的情况。577应该有瞄的名，对，然后把人叫回来了。是。知道嘉伟这边小道过来看了一眼，对，可能没有带到人，把人叫回来之后要直接爆发 A 区，那小杰的门右队友的配合来看一下，瞄到名字了， A 区这边放了2000，先给一颗道具，那第二时间这 A 区就要直接来了，再交一颗闪过来帮忙撑一下，他交了2颗闪，我感觉不能打 A 了呀，打不了了，对，肯定要走了，但这个走的这个时间会不会让嘉伟有一个输出的机会，打了一个90，回来还要不要打，还要来，嘉伟，嘉伟3进3出，他又来了，正面要直接上，小杰直接一波双杀到手，小杰跟嘉伟两个人刷了3个 C4， 掉了20秒的时间，这次是真在，DO 也是手枪解决掉念旧，但是正面潇潇把两个人都解决了吗？左右手是，先避一下这个闪光，这个位置 DO 拿步枪收下这个人头，连续的这种提前枪确实让你抬不起头来，对，尤其他第一时间吃了个满白，对，你再回来以后位置被拿了，听一下交流。他一点上把反了三个闪光弹，你知道吧？对，他一点上把反了三个闪光弹，然后那个 DO 从哪出来的 ？B 一出来的是吧 ？B 一在加外吧？哦 ，B 看到应该 B 查吧 ？B 一出来的偷的你的，我 DO 可能看错。你听我说，咱们不是，你听我说，咱们是啥？咱们现在就是把自己的活要干好，就包括之前也是。咱们其实前几分打的都是没拿毛病，你知道吧？就上点的时候不够细。我还是觉得王浩，
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每个点要去找他玩一下。嗯。然后我想 A 区那个啥，摆一个那个小刀口那个阵型。那个嘉伟，对他就把他打死。嘉伟上把拉了两眼，他上拉完你之后反正怼他，你知道吧？嗯嗯嗯。他老出来探，然后后面反来闪他又出来。然后没有小杰，没有小杰，管他管家。咱们。然后咱不怕他后期整酒吧，咱只怕他中期拿了酒吧，我们一分三四十秒偷摸把我们酒吧拿了打我，啊，没事没事。欧和迪欧你俩要小心，啊，就是他就大胆摸一把。酒吧一直用小心翼翼就自己单摸，陈子阳他不会单摸的，他不敢往前走，他最多走到酒吧台子。我就是怕有一个人把酒吧摸穿，那四个人配合就打了，这时候我们必须就俩人，你俩对 A 区就坏人啊。嗯，暂停时间结束。这边白沙也是交流了一下，其实在这个第一时间他们的进攻的体系和战术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对，然后更多的可能会出现在第二时间段，就对方这种单点的这种状况。哎呦，这颗手雷577有点痛啊。对啊，这一颗雷两颗雷之后577跟念旧的血量非常低了，我这现在有点头疼啊。这一突二突，对，残血。而且成队现在目前整个队伍的状态慢慢起来了，是接连拿了四分了已经。嗯，主要正面在这个步枪端上，于大帅就是步枪端确实是猛，然后在这个狙击端上 DO 发挥也好，很稳定。嗯，选择上中路，中路现在目前是忙的。嗯，哎呦，刚好逼走了，那中路可以不上了。过来，这给甩掉了，这丢，这能给甩了，我的天哪，哎，哥们儿还是准，命中率是真的高。刘南家的一个阵地已经开始了，于大帅给收下之后，在家里要空一排，我们来看一下保卫者的回防选择。嗯，那你落位，我也落位，是。对着互相穿，往 B 区去打，还有人带背身哦，闪身过来，先顺一个，想顺第二个过程当中被577收掉，丢，漏脚步了，也直接被发现，双方二打二残局。小杰想追吗？不能追了，这个追不了了，太深了，要往前突包点的人了。嗯，但问题是在于现在这个包掉得很尴尬。小肖再抽一个正面，哎，小杰。潇潇的血量比较低，应该是知道的。是，小杰现在其实不着急，他只要确定潇潇没有来正面抓自己就行了。二十秒，就要拼正面的一口。哎呀，潇潇，关键时刻发威了。是的，潇大 C 拿下三杀。他的这几枪命中率对于整个白沙来说也非常的关键。对。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残血，是小杰其实就是要找这种闪身的机会。嗯，主要现在这成都 AG 状态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对，除了这个宇大帅正面有发挥之外，上一分的这个小杰在残局上也是给了队伍很多的贡献，更别提这 DO 这第一枪，念旧在头顶直接一枪甩上去，念旧直接倒。先砸雷。中路去做一波集结，听一下这边成都 AG 的交流。好，等一个。谁了？放了啊！我放烟，小烟呢？看 B 了吗？你看 B， 你去看 B 呀。啊。快退！小子人来了，上把就这个时间段。他走了跳线。他摸的，他一路摸的。撤撤，几个不看了，就不看了，走。那我要点俩雷，老爸可能撤了。你不太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站在这边，自己走，自己。全中路忙，我清野中路。去帮我下，去帮我下。我清野，我清野中路。看桥，杰哥看桥。加好了。中路没有，中路没有。去吧，去吧，去吧。加好了，加好了。队友来了，嗯。刚来多了。哎呦，哎呦，空枪一个吗？他都没掉。对他临走，甚至还要拿手枪再崩你一发。往一走，往一走，这个往一走。你再去吗，队友？不用去了，不用去了。H 探 H 探不用去了，闪现过来，直接把潇潇给排了。第一冲了，第一冲了，第一俩，第一俩酒吧一个。
先给闪，李达帅一抬头直接被秒，中路这边念旧也头部发力，被掏了这个中路。是先交烟雾，不着急，这个时候稍微控一拍。小杰和嘉伟这个残局怎么说？听一下他们还是要不要再聊一下？嗯，五七分。听我说，不怕，嘉伟哥，你说，投了投了投，先打先打先打，加油！一些一些人多。啊，小杰，过来！逼败血，逼败血，这个挺吓人啊！漂亮。哦，侧翼无奈。但这个残局说实话真的挺吓人的，挺吓人的。你让小杰抓了这么好的一个时间差。他上来直接两个人都几乎是白拿的呀！我说什么？就这个细节是什么？就是如果刚才雨达帅不说话啊，时间多的话，这个居然真的有可能会盘活的，直接盘了。因为他们刚才就说，嘉伟说，那你说我听一下，然后就没准备打这个残局了。对。然后中间队长说，残局打完再说，然后他们才就往前推进的。是。就这是一个刚才比赛的这个小的一个细节，其实。嗯。主要刚才。这边成都 AD 教练亮亮说的也确实是对，宇大帅他那个点他就是不能着急帮忙，对他那个点是你等着反扑就好了，对你等着反扑就结束了，一旦着急帮忙就像亮亮说的，你着急我们就裂了，一路过来直接上小刀，这边单挑顺利拿下，这边念旧正在举道具，小杰一颗雷，这边陈子阳也起飞，宇大帅从侧翼滑下来，对方还在吃闪的一个过程，但五七七枪法力了，宇大帅是不是也有点又有点跟刚才有点小急，是但 DO 这残局一打二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对一打二的残局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吴楠跟潇潇，另外一边是 DO 的残局，对方包还没下， DO 现在想抢身位也完全有机会，主要是忙了 DO 的位置，对他没开枪在哪儿，封一颗烟，这边来了，有闪现过来去拍，哎，没看到，没看到，看到了，队友视角应该看到了，上来想抓第二枪机会，小九还是把枪给稳住了，白扎继续的拿分，这个残局也很关键，现在双方比分战平了，白扎连拿三分啊，刚才那分还是，就是宇大帅这个点。就是他急了，想下来赶紧补人，是，结果被特征直接收下了。嗯，就很多时候，现在宇大帅枪感是好，而且他那个点应该是吃了一个哪里的白。嗯，那这个白，我觉得首先是白沙不会丢这个白，因为大家都在一层嘛，我不能往一层丢白吧？对。他这个白是不是后面补的人丢的还是什么样？还真不知道。可能是补的人给的队友。对，刚好呲了这个白。而且另一点 ，OO 下来之后，他第一时间他其实要抓这个对方吃闪的这个人。对。但是他抓的时候，五七七这个斜踢下这个点他没有吃闪，他在抓左手的时候，五七七直接给他收了。对，刚好是两个人交错开了。对，直接岔开了，岔这一下，说实话挺难受的。对。这两支队伍这样的这个比分才正常。B 来了 ，DO 还是要来排这一枪。闪身过来排这一枪，直接排掉，但是念旧补枪补得非常快，刚好在近点。那B得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成都 AG 的防守选择，上面还是一个单人 B 区吗？哦，五号位赶紧补过来。这吴楠是在哪儿被打了一枪头？闪身过来念旧，直接秒一个，再定一个念旧。这个回合均伤已经来到了113了。是。这一局念旧的这个发挥真的也很关键，是一个看酒吧，两看正面，然后 B 一自己带，现在有意思了，又是小杰和嘉伟同样的这个残局，但是五七七正面直接拿下双杀，白杀再拿一分，8-7，等于白杀是不是也连拿了四分，是两边前面打得很纠结，中期的时候成都 AG 率先发力连拿了四分，对，在这个阶段上面白沙又连拿了四分，而且现在关键点来了，成都 AG 目前而言他只能靠现在此时此刻队员自己把这个状态看一下怎么样去找补过来，因为他一没有交流，二没有暂停了，就这个阶段是什么，就是白沙是开始全员发力了，对，而另外一边我们刚才看到的成都 AG 就是宇大帅的爆发，刚才是15-5，我们看了一眼，等于这五分他是没有任何的收获的，嘉伟，嘉伟这个时候能不能站出来？因为目前他的手感并不是特别的好。
先收了一个。对，宇大帅也是因为这几分太着急去补点了，然后这个手感也是有所下降的。而反而这边白沙的念旧和乌南状态开始起势了。看一下这个四打五的残局，白沙要怎么来盘了？目前成团季的选择是偏向于 A 区的防守。对，更多的时候像这样的残局，可能你就要抱团去抓对方的这种单点信息位，但是在面临着这种五打四的残局情况下，成都 AG 一般是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的。对，肯定是想要去打补枪。对，我宁愿直接包点那手前点的这样的眼睛位我都撤回来。对，就宁可被你双杀也不可能是单人掉。对，又来 DO 二号位，其实念旧走得非常慢啊，先九八先往前来，那五号位看到一个宇大帅，有没有第二个？先秒一个吴楠，这个时候侧翼让这个陈子阳过来念旧，比发力了，变成二打二，二打三，二打三，这个局势，念旧和吴楠逼到的很快，逼到的很快，这个位置一闪身过来，两发直接带走念旧，还是保持一百多的回合均伤呀？九八经典跟三位小杰有没有听到？应该是知道会有人闪身，又是两发，我的天哪！只剩下哦哦，这个残局怎么讲？他现在是手枪，是连跳，代表知道有人，手枪科尔特直接科秒吴楠，这一组再换科尔特，哎呦，还是吴楠，从 A 包点到 B 包点两次这种最后一v一的残局，吴楠都站了出来，老九他没毛病啊，是。九比七，白沙是率先来到了局点。没错。啊，这几分念旧这个瞬秒能力太强了，他太吓人了。就自己血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闪身就是先投没了，要么就瞬间两发带走了。就他和宇大帅这个状态是，宇大帅在中期是有这样的能力，他接管了比赛，然后到了这个后期，念旧也开始了。念旧属于全期。对，从早期、中期、后期，他现在是一直在有发挥。嗯。席莫的第三次的交流，我们来听一下。知道了，这么控局吗？要打三球的时候，这样再回去换枪呗。我能耐，不然的话我来不及。看中路吧，看中路没事。反正就把所有人全部散。嗯，他们现在是堵着的，到后期没有烟了，他就淡了。推了，那点没过吧？你让他先堵着，等一下他们就没时间了，他们就着急了。开车，开车，去逼把那个凤娃了，先。好，去。哦，嘉伟这个点应该回不去了。小小直接收下，四打四。这个点前点拉的身位，一旦到五箱这个位置，说实话就回不去了。想主动，而且你出来帮也没法帮。他准备打我的，他穿我在穿着。小小来空位大，增加空中路，我刚就把这把拿了，那个就把这手把拿了。中路有盲点吗？开局？开局都没有，干神策库吗？对手还在控，他应该一血，不着急，一血了，我打他一血，拿了七八七，九八没人，你让他自己了，你让他自己了，陈子阳，你说换机枪吗？来，九八我拿了，逼住局了，感觉，陈子阳，换回机枪，来跟我来中路来，枪逼出来，小来一连，快点，我不好去，那你就断着，九八手吧，断着了，带眼之后快，我操了，完了，我今天摁住了，宇大帅有看到一个。宇大帅，这应该是第二时间有发现吧？哦，也收一个。地包点，欧欧打。这是一个盲点，念旧过来，先秒一个，再秒一个。这残局怎么说？是，还真不好讲啊。先封烟，不急。正面想横拉，念旧一血 DO 一打一，这一血 DO 怎么办？二十秒的时间，直接回去，想假拆就堵了，就堵了。过来，哇 ，DO，这个血量拿下了，九比八的比分，我的天哪！两滴血，最后 DO 站了出来，两边来到了常规合格的最后一个回合，太关键了，哇！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已经起来了，真的已经起来了，太吓人了。
主要这是念旧这个残局，他也是真的难。他这个残局要是拿下，枪法变形了，一打四，一打四，纯一打四，纯纯的一打四，队友全倒了呀。是，24个击杀，122.5的回合均伤。他这个伤害量拉的太高了。是，看一下这一分，第一张地图究竟是白沙能够直接取胜，还是说成都 AG 会把比分拖入加时？小刀要探一眼，两边，这下也挺吓人，我感觉甩那一下好险，甩到头上，甩头太过分了，真的。诶，一颗雷，先造成点伤害，42滴血。小杰还一个，选择四人推九八，但九八这个点成都 AG 其实是没有放眼睛的。对，这个点要是上来之后到前点，可能你都不知道。刚才有一分就是他们让暂停的期间 ，B 的这个念旧空了一排没上，九八先推的。是之前暂停的期间，其实他们也聊过这个情况。来了，但是来了，看到成都 AG 也回到了 B 区，九八今天要碰到了。正面丢手枪，再收一个 O 也是去掉无难。研究正面直接来把左手的秒了，但小杰补枪补得够快，小肖小被收下，两边进入到了加时赛，第一张地图就来到了加时赛的较量。是，这时候亮亮也是终于找着机会，终于要说话了，跟队员唠一唠。我憋死了，刚才前面暂停我叫了三个交流，我叫了说不了话，对，无法开麦，赶紧想跟于大局说一下刚才的指挥上面那些思路的问题，赶紧唠一唠。这个时候而且这个交流的时间说实话也没有多少，可能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 队员的这个残局该怎么打该怎么玩，赶紧得去沟通一下。对，这个小的细节赶紧沟通一下。而对于另外一边白煞来说，两边进入到了这个加时赛，其实对于念旧爬过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了。对，但是剩下选手的状态，一个点是577，一个点是陈子阳，对吧？我们看到中前面有潇潇的这个发挥，包括前面有这个小九的两次残局。是，念旧我觉得已经够 C 了，说实话。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常规赛 C 的状态延续到这个加时赛。对，要是那一分的残局拿下了的话，可能就直接结束了。成都 AG， 但是 DO 也扛住了。A 区来了四个人。来了，三号位小九刚好走，在换点两个人挤在一起了。577正面刚好在换点的时间被抓到，嘉伟第二时间想直接突，但是念旧又扛一口吗？尼克雷，连聊两个，又是唤起了这把 CFS AK。烟雾当中，于大帅收下陈子阳，只剩下潇潇。潇潇一打四，这个属于，基本上拿不了的。没什么机会了，这一分是加速了进攻，在常规回合当中应该是没有过的，对，就只有过一分是第一分拿手的第二分中路。哦，这一颗闪给的有点难受，正面要找机会了，这个、真的是完全不能空枪才可以。加赛的第一分，成都 AG 是拿到手里，是已经锁你位置，你又是一杆狙，说实话这个残局就是难。那比分来到10-9，而且成都 AG 是连续拿分啊。对。他相当于又追进了加时，然后在加时在第一分当中又是顺利拿下。潇潇出来找第一枪的机会，一看 A 大没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对方可能又要提了，而且 A 大这边A 大这边是直接出来了，要碰到了，但是四号位直接走了，刚好走，要有侧身吗？手枪枪水了，正面的话嘉伟也打掉了577，是。要往 A 区来 ，A 区的话，潇潇往哪边带？空枪了，5-2。念旧跟小九的残局，这边还藏了一手烟雾，又是给念旧这种难度系数满星的残局，是，也不过来碰你了，是，求稳。看到了，但是人太多了，对，而且时间还剩下10几秒了，时间不待我就完成这个残局，没太多机会了，只
剩下七秒钟时间，这个时候也赶紧聊一下吧，养养手感。他这个手感确实好，但是队员整个的状态并不在线。对，连着两分，这个第二分就是常规中的第二分，对，一模一样。就是我先拿第一分之后，我顺势就是对你这个中路这个位置跟 H 有些想法。你现在更多的情况就是念旧现在在扛着队伍走，但是你这个时候得不找你念旧啊？对，我不找你啊，我找你其他人。对，我把你别的人打掉就可以了。打完之后就剩你一个，你一打五，对，你怎么扛？所以说这个时候得有其他人能够站出来，在这个。常规赛的过程当中呢，常规回合当中呢，是这个吴楠确实是有站出来，对，但是可能还不够，因为现在成都 AG 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状态，这一枪一枪脚，小肖想再接一口也没接住，中路这边中路来人了，哦呦，贾伟连定两个，加时赛的时候发挥了，是，念就要往想直接顶前点，因为有两个丝血，嗯。这是谁在？原来是队友。对，队友打的。我刚准备说。五七七，收一个。这锅炉费能不能拿一点 ？DO 是想做一些反绕啊，他这个反绕不能绕太深啊。我一发了，直接给一发了。是的，烟雾里给一发了。对，三打二 ，C 四可以安放了。其实，嗯，他怕包点没清干净。是 ，DO。一来了，看下 DO 空不空枪。哎，先打一个。陈子阳来了，接下时间再秒一个，陈子阳来三上，二比一的下时赛上半场。嗯，天哪，这时候得站出来了。都有人站出来，现在是。你看嘉伟，其实在常规赛发挥并不是特别理想。对，然后站出来，陈子阳也是同样的状态。他常规赛，嘉伟在常规赛回合当中，他那个小道那个位置，说实话，他被打得挺难受的。对，每一次进来之后，小道单挑，首先拿不到人，第二时间可能就推进来了。然后陈子阳也是一样，陈子阳来回的一些补点，其实有的时候给他自己打的也挺痛苦。他的这个动线，你想他又要去这个酒吧，有的时候又要看一眼钟，有的时候要补一下 A。上半场这二比一的比分，那来到下半场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来到双方加时赛的下半场。担任前锋方的是白沙，担任保卫方的是成都 AG。又要来一枪，但是小肖心里面是有这个点的。对，知道你这第一身位的话，你可能会站什么样位置，直接就闪蹲出来，后闪身的一个优势把握住了。就这个位置，还是挺讲究的。嗯，再来就是第一时间你现在是劣势，那你这个四打五，你本身是一个一分的优势。嗯，这一分要是抹平了的话，黄。金加时又来了，酒吧是宇大帅顶到前点，没错。五七七，哟，进酒吧了。中路看一眼，宇大帅是风烟反带吧？应该是，嗯，烟雾散了，可能要换位置了。刚好来到窗口，来前点，哟，抬头看到了，哎，他看到人，他要选择主动吗？该走了，这个地方不能硬换。对，这对方这种打点的方式，肯定是带着这种清点的这种细节来的。他知道对方没看到他，嗯，他把一号位叫回来了。对，哥们就来一手纯赌，但就看这个胜者组赌徒。嗯，哎呦，九八桥，嘉伟，嘉伟有瞄到啊，但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正面五七七先定一个，知道现在你嘉伟在什么样的位置，第二时间念旧。抓到人了，而且五七七再一回来把小杰也收了，锁了嘉伟的位置了，一举带走嘉伟，11比11打平了，我的天哪，那谁能够来到这第一局的局点，后面亮亮已经扛不了了， 他太多话想说了，他已经扛不了了，就是说不了，他刚才的这个语气啊，真扛不了，加油吧，真是，因为你也不能说交流的东西，只能给队友加油，是，队员也看不到，对，主要是刚才这个第一时间，这个对，因为你已经赌中了呀，对这个东西，而且你赌中了之后，你要不是说那种啊，可能打这个残局上对方有人爆发了，那也能接受。真的是每个点都有在掉，每个点都在掉。对，有一狙直接打掉，但是这个时候 B 已经来人了。第二时间酒吧这个位置 O 从哪撤？这还有个五号位的，小肖来断这个酒吧的位置，是正面看一下能不能扛住，好像没人走酒吧现在，没人走酒吧。
现在也不着急，因为 C 四其实还没有安放，年就带着包。难，这是要扛第一口啊！这连第一口先送了三个，直接刷屏了，还是吴楠。我的天哪！常规回合到加时赛，吴楠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是，白沙来到了据点，一个 N 九，一个 WN 九九，都在 C。是。成堆机是准备正面四个人直接爆发了，就直接反扑，没准备说再有一些可能 B 的绕后呀，或者说酒吧这边的绕后，反而是正面吴楠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在烟雾当中他其实抓了一个对方的一个飞鱼瞄位，而且他烟里这个正面手感也好啊，当当当，对，把后面人给收了，他第一组后面人直接两发了呀，对，后面这个人收了，确实挺难受的，这真是不是开玩笑的。小娇过来找找你这样的信息位有没有人，能不能进入到黄金加时赛，就看这一分成规矩了。他这个位置他应该是最开始瞄到小杰红名了，所以他这个点他一直在穿。 H 给你放放动静之后，第二时间酒吧前点有人，这又是一波重中路帮 B 的一个动作。这分的话前点放的是 OO 拿了把狙，然后酒吧来了，那这一枪很关键啊，是绝命一枪。哦，五七七闪身过来两发 OO 死了，我看一下右边这个下面这个视角，就两发，对，一枪头一枪身子，而且你这个死亡视角你是知道酒吧有大部队的，但是你 A 区现在没有出去反探，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留一个四号位陈子阳单点，然后 A 区要直接爆了。那 B 区这个时候陈子阳他还得给造点动静，但他手里这个烟雾手里道具太少了，造动静的话可能会有点难受。嘉伟看到人了，那四号位要赶紧，我们看一下陈子阳的位置，这边正面小杰先收一个，还打了一枪头。是的，陈子阳这边单点也被收了，但是念旧和五七七一二图发力，而且五七七三个人发力，回头又秒掉了 DO， 只剩于大帅。一v 三的残局，这边一个责任直接收下了，我们可以恭喜白沙。